世界第二、亚洲最大的 B2B 哦，这个资通讯采购展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已经登场了。那么多达了1710家厂商参与哦，主题呢是软硬兼容，强调他们软硬体整合的大趋势。全球科技巨头包括了 Google、Intel， 还有呢亚马逊等等，都派出高层特别来到台湾共享盛举。